普洱茶的功效与作用禁忌。普洱茶泛指普洱茶区生产的茶，大乔木，嫩枝有微毛，顶芽有白绒毛，主要产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、临沧、普洱等地区。普洱茶茶汤橙黄浓厚，香型独特，滋味浓醇，经久耐泡。普洱茶营养元素丰富，含有茶叶硅酚、游离氨基酸、色素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等，具有降低血脂、减肥降压、生津止渴、醒酒解毒等多种功效。长期饮用可起到养胃护胃、调节肠胃、消食化痰、抑菌助消化的作用。不能空腹饮用，空腹喝茶会稀释胃液，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。同时，茶叶中的很多不良成分会进入血液，引发头晕、头昏、心悸等不适症状。发烧的人也不宜饮用普洱茶，否则会使发烧更加厉害，反而会加重病情。